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尚雅。睡前拉伸不但可以让我们身材的线条变得更好看，还可以让我们缓解一天的工作压力，轻松的睡个好觉。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5分钟睡前拉伸。首先呢，我们第一个动作要把我们的双腿盘起，然后把我们的右手放在左边的膝盖上面，然后把我们的左手呢放在身体后侧，之后呢把我们头扭转到左边的肩膀这边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扭到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状态，然后还能觉得拉伸到身体。然后之后错误的动作呢，就是不要耸肩膀，就是不要这样耸肩膀。然后之后我们再做另一边。我们第二个动作呢，就是把我们的双腿打开，然后把双脚合十，让整个腿成一个菱形的状态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我们的屁股稍微的往后坐一下，就让我们呈现一个比较有一点骨盆前倾的状态，因为这样更方便我们去做身体的下压。然后之后我们拿一个靠垫，把这个靠垫放在脚上，然后之后把身体慢慢去靠近这个靠垫。就是如果你身体不可以直接靠趴到靠垫上，就是可能你的柔韧性会差一些，你可以把靠垫拿得再高一点，就是不要强迫自己就是非要去接近那个靠垫，就是让自己舒服，然后又能觉得拉伸到大腿后侧的这个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第三个动作呢，就是把双腿打开，呈现一个120度的状态，然后之后还是一样，屁股再往后坐一下，让这个骨盆稍微有一些前倾的状态，然后再把这个靠垫放在这里，然后一样是下压去趴在这个靠垫上面。然后跟刚才一样，如果你不可以直接压到垫子上，你可以稍微把这个垫子抬高一点，总之就是可以拉伸到大腿后侧的那个筋就可以了。第四个动作呢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靠垫放在一边的腿上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去接近我们的脚，然后让我们的脚就是处于一个这样勾起的状态，然后一样把我们的身体趴到这个靠垫上，然后做完一边再去做另外一边。我们下一个动作呢，就是先跪姿趴在床上，之后呢我们把右脚迈向左边这边，然后把左脚这样膝盖跪在地上，然后之后把右脚这样放下，然后让我们的右边的脚后跟尽量靠近我们属膝的位置，就是让我们的膝盖不会负担那么大。然后之后一样是把这个垫子放在身体前面，然后这样趴在上面，做完这一边再做另一边。我们下一个动作呢，就是平躺在床上之后呢，让我们的大腿和身体成90度，小腿和大腿成90度，然后把双手打开，然后之后把头扭向左边，就是这个可以感觉拉伸到我们的身体这个位置，还有这个肩膀的位置。然后之后做完这一边再换方向做另外一边。我们最后一个动作呢，就是把双脚合十之后呢，让腿成一个菱形的状态，就是把我们的髋关节整个是处于一个放松打开的状态。然后我们去做腹式呼吸，吸气的时候鼓起肚子，呼气的时候呢慢慢吐气，然后肚子慢慢往回收，就这样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一起睡前拉伸吧。
whisper and you charm. Put the thunder in my arms, hope for them to close. Leave nothing to my side, take all I recognize, put it short.拉伸，感觉自己都快睡着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给我素质三连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